鸡屁股有看到吗？肥嫩嫩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然后就是今天出去了一趟，然后刚好经过了香鸡城。那其实我一直很想吃，只是刚好就是没有机会吃到。双人套餐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大概他这边有那个出餐的那个，就是这个明细这里，可能那上面就是有手扒鸡，然后香葱饭，然后肉桂糖地瓜薯条，还有鸡翅，然后饮料的话我是选那个柠檬茶，然后他有附酱包跟盐这样子，那。就来开箱喽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香鸡城到底是怎么样这么吸引人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买的餐点，然后我是点双人分享餐，然后外加单点一只鸡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，最重要的就是这只鸡，因为刚刚那个盖子还没有打开。叮叮叮叮，有没有非常鲜嫩可口的感觉？感觉它的皮十分的好吃，而且重点是它里面，它还有那个，那个鸡的汤汁留下来。先来试吃最重要的鸡，好哦，我一扒下来，整个手套都是上面的酱汁。可是我平常不会特别就是在家佐料，所以而且我也不吃辣，所以麻辣酱跟胡椒盐我先暂时不会加。好，先吃，因为我吃到这边比较干一点，配个鸡皮，我觉得它干，就是有鸡皮跟那个酱汁，真的很棒，很像有点像吃我们那什么一鸭三吃吧，然后一鸭三吃它不是会有，就是那种烤鸭三酱不太一样，可是它就是那种很搭，超搭，就是。它跟那个只能这样烘烤出来的味道有衬托出来，就是这只鸡的美味，就是这边的位置来讲，这是鸡腿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子，其实一只鸡也是只有两只鸡腿，所以还是两个人吃会好一点。吃它的那个，因为我最爱吃鸡皮了。然后它甜甜的，然后咸咸的，多汁，真的酱汁是影响很多。假如说它先没有这么样的鸡汁去搭配，就是酱汁搭配的话，它其实这个皮呢，它其实算偏软一点，没有到那么硬，它就是一个。如果要讲的话，其实跟那个21世纪的那个手扒烤鸡差不多。我一直吃鸡也是很腻，所以我看到现在
把那个饭打下去它。它这个饭其实有点小碗了、啊，如果对男生来讲的话，那这样分量，就大概两个人分食一下就没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好，然后可以再看一下薯条。那薯条其实就是比较宽大的那种，然后它上面是有加那个肉桂，就是肉桂糖的地瓜薯条，对，肉桂糖的地瓜薯条。然后它的酱汁很是，我觉得吃起来还蛮像顶呱呱的薯条，有点像，如果要比喻的话。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有沾那个肉桂糖，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，还蛮可爱的。我现在试一下那个沾一点麻辣酱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有没有这么辣，我是有很怕辣的，可以去看之前吃辣椒影片，不过那个是有点夸张的，要吃整个辣椒，我这个就挤一点点。哦，闻起来真的蛮辣的，因为这味道似曾相识，很像某个料理的一个辣椒酱，突然讲不出来，可是很闻起来很熟悉，我沾一点点就好了，我知道糖的味道。还好哎，因为它还有黑胡椒。我先扒一块肉沾一下好了，好像也蛮有提味的。像牛排酱那种，因为它带有点辣，是还可以啊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太会想特别加。其实还加胡椒盐好了。沾一点胡椒盐的感觉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提味啊。如果怕撒上去，真的会很咸。不过如果不想要吃这么重口味，真的就直接单吃这个豆花鸡，因为它里面的酱汁其实就还蛮够的。还不错，其实我觉得加胡椒盐会比麻辣酱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吃另外一个，它的那个单点的香烤鸡翅，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太多。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只是想吃一下而已，他可能没有想要就是买整个鸡，然后这么多吃不完，那你就可以选择就是买这个。对，没错，他们酱汁是一样的。入门款可以买这个就好了。因为真的才49块，来喝一下饮料。虽然可能这饮料就是一般的饮料哎，应该就是贩卖机那种饮料呗。不过可能他们就是 logo 是这样，还不错。然后就是都算是，我觉得算是有设计感吧，也还不错，就会有点像博多益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觉得啦，因为。不过也都是手绘比较多，然后它的袋子也是，就是刚刚有介绍也是一样，就是都蛮有设计感。好啦，那就今天先开箱到这里，因为我等一下要慢慢吃了，吃东西超级慢其实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他们网站去看一下，就是他们有什么餐点，也不是说先做功课啦，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那里距离有点远的话。可以先就是约好朋友，然后一起去，算是就是出去游玩的时候顺便去吃一下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，因为我吃东西超级慢，所以我等一下就是结束我会慢慢把它吃完。如果觉得这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那或者是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想看你吃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会吃给你看哟。那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他连鸡头都在，鸡头非常现实，但是我们要感恩这只鸡，让我们可以吃到好吃的。
这手帕机啊。